好啊。 怎么喘这么厉害？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？对，我是跟别人玩了一会儿，但是我也终于知道该怎么解封毒了。现在得赶紧咽下这个解方，要不然没时间了。你真的找到制作解药的方法了？对啊，过来帮忙。好，走。把手给他按住。怎么样了？好。 研究出新药了，正好这边用快不行了，来试一下。药都不行，别动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！你之前弄的药草差点害死人，现在又弄了药丸，万一把人治死怎么办？老爷，这兽医要用人做实验，这如果出了事，这咱医馆的招牌就全砸了呀！就是，也是啊，兽医，要不我们先用动物做实验吧，然后看看药效再说。我自己吃了一口，没什么事，救人要紧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。 怎么样？我好像好一些了。 胳膊上的红点没了，太神奇了！蛇爷，你的药起作用了。，你这药丸什么配方？你给我，我去找人多做一些。不急，云长，来。 这些药丸只能缓解蜂毒发作，还需要再改进一下才行。这药只能暂时缓解蜂毒，我还得再改进一下。那个穆医生，想不到您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医术，佩服佩服。您刚才不是还骂我来着吗？刚才是我不好。 你们忙，你们忙。哎，大王，哎，我们出去。好。